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频道赛事直播，我是杨爽。今天很荣幸和曹大岩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第21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中国队和韩国队先锋的一盘棋。曹老师你好。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可能很多棋友昨天也收看了我们天元围棋的节目。昨天呢是是韩国和日本之间对对阵，那么先锋的对阵，日本的村川大介，是败下阵来，对，输给了这个韩国的袁胜珍。这样呢，今天呢就有中国队的先锋，杨鼎新挑战。杨鼎新，曹老师，您对他比较了解吧？对，对。应该说还算比较了解，应该其实他很多年前就拿过我们国内的头衔战的冠军啊，是，虽然年纪不大，但是非常年轻，对，也可以说是成名已久了。不过呢，他拿世界冠军呢是比较晚了一些。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赛场的画面。那杨鼎新呢，他目前应该是中国应该是世界冠军当中年龄最小的一名棋手，他是98年出生的，只有这个21岁。那这次我们中国队呢派出的这个5名队员，应该也是在三个国家当中年纪最小，平均年龄最小的，应该是22岁，平均年龄22岁，对。韩国队应该是平均年龄26岁，那他的杨鼎新今天的对手袁胜珍应该是韩国队里边年龄最长的，可能就是因为袁胜珍的关系吧，就是让韩国队的平均年龄显得比较大。对，袁胜珍是今年34岁，对，现在是研究室的画面，对，这是韩国棋手。金智熙和朴廷桓，对，朴廷桓。这是主教练穆振硕和李英九。李英九，对，这是我们中国的总教练。对，就是华刚老师。对，华老师。这是日本队的。日本队的山下敬吾。山下敬吾应该是明天会登擂。哦。因为现在就是留在北京的日本棋手的话只有山下敬吾一个人。那山下敬吾是日本队年龄最大的，今年41岁了，也41岁，是应该也是本届农心杯对这个年龄最大的棋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经过猜先呢，杨鼎新是猜到了黑棋。这个农心杯呢，三国围棋擂台赛呢沿用的一直是同样的规则的，对，是韩国规则，是，然后用时规则是每方1个小时，然后就1分钟读秒，对，1分钟一次的读秒，只有一次机会，对，没有，你就过时就判负，是，但是之前呢有是双方自由的支配时间是每方1个小时，对，这个赛制在最初推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至少我们中国棋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快棋比赛，就每方1个小时的比赛，但是就是随着近几年吧，可能尤其是近5年左右的时间，大家的节奏都变得快，对，有更多形式的快棋了，对对对，所以现在像这样的每方1小时的棋好像不怎么算快棋了，属于中慢棋，对，尤其对韩国棋手来说的话，韩国棋手现在他们国内的比赛，他们联赛好像就是这个时间，快，不是这时间，比这还短，比这还要短得多，是吗？对，所以韩国棋手就是近几年来，成绩不太好吧，因为肯定是跟我们中国相比的话，好像这个快棋快节奏差的比较多了，棋的质量可能就相对来说，所以现在就是韩国的从那个界外界内都有这个呼声，说是他们要慢下来，对，这个棋下的太少了，就是慢棋下的太少，都是快棋，对，他们快棋呢也是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我想可能也是为了迎合他们的快节奏，快节奏，一个是电视转播，
他们也有，韩国也有像我们天元围棋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围棋电视台围棋频道。是。他们的就是联赛呢，是每一盘棋都是现场直播的。哦，每一盘棋对，所以他们这个呢，所以每盘都是下慢棋的话，没法播，这个是不没可能性。所以呢，都是快棋，很快的快棋，什么每放十分钟了，30秒一步的这样的棋。那这个快棋其实对棋手的要求就更严格了，必须要在短时间内下出最好的棋。对，是，对。要求对棋手的要求更高了。对，是对，但是他们棋手的话，一直没有慢棋的训练的话，这个反而就是慢棋这个不太适应了。他的节奏是会有点问题，并且就对棋的就那种思考不够。不是那么深入，敏锐度够，但是深度会欠缺一些。对，其实各有利弊吧，所以现在的话，韩国棋界慢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不过呢，要增加比赛，对韩国围棋界来说，现在很困难。他们的比赛是越来越少。像什么王位了、就是、名人了，这些比赛都消失了，这些都是传统的他们的所谓的就头衔战，比如说就像中国的名人战了、天元战了，这些比赛，昌吉杯了，包括什么 CCTV 杯了，这类比赛我们统称叫头衔战。但是现在韩国我都想不起来他们有什么头衔战了，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跟这个情况，他国内的这个赞助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对，有很大关系。所以现在呢，他们只有权宜之计，只有什么，就是国家队的内部训练下慢的棋。这个确实对韩国棋手来说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比较严酷的一个问题吧，比赛太少了。对，好在我们中国现在围棋发展的势头这么好，比赛非常的多，快棋啊慢棋的比赛都很全面的，都有。其实韩国棋手就尤其是顶尖的这几位棋手，朴廷桓、申正旭了、申敏俊了等等，李智贤这样排位韩国排位靠前棋手，都是靠我们中国围甲的训练参加我们中国的比赛，对这个强度啊什么都比较够了。是。对这个十几盘棋，对这个韩国顶尖棋手保持状态是非常有好处的。对，那好，我们继续看这个黑棋。所以说到，因为说到这个拆先，就是我们话题稍微扯得远了一些。就是拆先的话，每一盘棋这个擂台赛都是拆先的。不像就是有些资深棋迷可能还是有点印象的，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时候，这个是不拆先的。就是轮流黑白只有两个队的时候，就是黑棋如果是日本队，那下一盘棋黑棋就是中国队，是这样。当时因为大家觉得黑的有利的成分跟某种程度上也比较接近，起码不会比现在直白棋觉得就有利程度相比较差不多。当时的这个中国规则是黑棋贴2u4/3子五目半，就是2u4/3子。那这个现在是3u4/3子，增加了一颗子，相差挺多的。对，现在的 AI 的话，它的胜率，棋手的话，白的就黑的下一手，白的下一手，白的已经有58%，58%的胜率。是。其实我想，如果当初在八九十年代，假如有 AI 的话，AI 这是假如了，那个推算一下的话，如果黑棋贴2u4/3子，第一手下去黑的可能也有58%左右的胜率。那相对来讲，这个韩国和日本现在采用的黑棋贴六目半，可能从这个目数上来讲，对，更会接近一些合理性。那是肯定的。不过应该说是贴六目半的话，也是白的稍微有利一点。现在比较接近，但是也是白的稍微有利那么一点点。对，如果贴六目半，其实用中国规则的话，就跟原来的相差不是很大，就是中国规则现在不，对，没法体现，贴六目半，所以
所以、就是、因为还是184。对，要提六目半的话，还得规则上还得人为的，比如说计算售后了啊、怎么样的？就是还黑棋还是184，所以因为黑棋就正常情况下，中国围棋规则黑棋盘面六目，嗯，跟盘面七目所出来的子都是184。对，嗯。一样的是，因为如果黑的盘面六目的话，是黑棋收最后一个单关。对，中国规则所以说体现不出来的话，就直接就是三有四分之是、三子，对，相当于就是几乎相当于七目半，这个对黑棋来说，这负担太沉重。是通过这个 AI 显示的，就能显示出来。对，可能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应该就是说找个机会，就是有可能的话探讨一下，对这个规则问题得探讨。是是，现在因为这黑白相差胜率相差太多了。嗯，对，那好，黑棋是飞在这儿，跟昨天的布局、啊，对、昨天那个春川大舰，春川也这么想，对，就是一样的布局、啊、这个我想杨鼎新一定也是有备而来吧。是，昨天看到他这个在赛场进行研究这个棋局了、对，然后白棋是换招了，白棋昨天是点三三了、对，那今天改变了下法。这个棋，我想对杨鼎新来说，这手棋还是会有点意外的。嗯，他准备的应该是对手来点角的。好，我们这个棋最近又多起来了。嗯，这个挂星位，对，嗯，以前的话，你就是前一阵子都是点三三的，几乎，嗯，好，而且他又小飞一个，是，然后黑棋现在，那白棋也小飞一个，飞了一个，然后黑棋现在是来点三三了，对，嗯，然后白棋是挡在了这面，嗯，爬。白棋下的比较简明，嗯，选择了这个脚步最简明的定式，是的，大吃。这个局部这个定式，这个是比较老的定式了，对，因为这个定式，因为在 AI 的眼里看呢，白的也是可以下的，嗯。最近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国的柯洁特别喜欢下白棋这个棋型，他下的比较多，所以也带动了职业的顶尖这个层面在实战对决中出现的频率就变得高了。嗯，就是这个定式走完，黑白双方都能够接受啊，都会满意。对对，那实战是黑棋现在争到先手，嗯，夹击，白棋拖，扳，连扳，这是局部经常出现的一个棋型，黑的下一手很少见。是这个，我是不怎么看棋谱，所以看这个比较意外，第一次看见。我是一般都是打吃吧，对的，一般打吃，我是见着过，但是呢，真还是比较少，就是这个棋冷不丁的，真的说你坐在棋盘前会往这地方去想的话也很难，对，想不着，这个，但是呢，有两边能打吃都不打吃，就单场很难想到。我是见到过的这个场，这它长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先从。就是黑的在这个局部它就是最常见或者说是最普通的下法上来展开探讨一下。就这个棋型黑的我们见的比较多的黑的是打出这个之后或者是下去或者是接上。嗯。那么下去之后它有单打有断的，这是一个局面的一个分歧点。这都如果都是定式，单打的话，他应该是接，然后他顶。这个呢，这棋一般来说白的是不错的。嗯，因为白的这是先手这个结果，黑棋挡住也没什么意义，我就提掉。还
还是有你这个断点你还得补、嗯、所以可能还是这个好。嗯，这个是黑棋是稍微亏一些，我觉得。那么、哦、很多个场合呢，黑的是不是下去，这时候是接单接、哦、嗯，接的话呢，作为白棋来说，假如你现在打出这个，这个也有棋子这样下，这样呢，这样黑的就比刚才那个单下去被你断一下呢要好一些。嗯，就是这样就形成这个结果。黑棋这个也可以保留，就是在这局部现在先脱先、哦、你走这个时候我这个顶先的时候再把你盖住、哦、当然下去的也可以，我们就做一下比较。嗯，这个图形呢跟刚才这个比较呢，刚才黑棋是后手，现在黑棋是先手，当然这一带黑的稍微薄了一点。对，嗯，大概假如打了接，如果进角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是棋形呢，是白棋是这个时候白棋是挡住，这个也有这样的下法。嗯，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了，就是说跟这个长的就相关联了。这个棋形，假如你走这个呢，黑的是可以啊，白棋是可以贴出来、哦。你这三颗子的气，你要搬的话，搬我甚至可以这里先牺牲一下啊、哦，先试一下鹰手。哎，这个你应该只有吃，然后我就搬。我这边亏了一点点，但是我这个摆歪的棋形对太好了，搬出来了。是，所以因为这个地方气紧，这个搬不能成立，所以这个样子呢，黑棋自身就是这个子跟这一带都会感受到一点压力吧。黑棋感觉是有点矛盁了，是吧？当初这个夹击是想攻击白棋。然后这棋呢还有一个最现在也常常会看见的，就是虎在这里、哦、单虎一个，我在这个地方呢稍微缺一点魄力。嗯，就是我假如就算简单的虎一个，嗯，我就算这样出来，对，这棋跟这个比较呢，一个你这就是这里就算打吃掉好了。嗯，但是呢这棋是这样，也许你这里是可以搬了。嗯，就这个地方变硬了一点点，因为虎的关系。但是你虎的话，这有一个特别大的缺陷。嗯，白棋风风中中在这个地方一打吃，嗯，一接这个地方活棋了。对，嗯，白棋的眼位就够了。对，已经局部已经活了。这个棋形呢，它是没有眼位，不够。对。那么通过前面这两个图呢，我们大概能够想明白，就是黑的这个长是什么意思。它的用意就是在这里，假如你要接上，我可能会走到这里。哦，这样。这个时候我这搬这个我就比较比较严厉了。哦、因为我这口气没有紧。嗯。这搬不出来了。对，搬出来我就直接就断了。就断了，对。你要靠出来我就给你挖断。哦，直接就挖断了。嗯。挖断。然后你是可以把我这个子是吃掉，嗯，然后它贴在它这冲下去就行了。哦，这冲下去它有没有可能贴在这边？大概不行，它就是贴在这边应该不太行了，我拐出去了，拐出去了。对，然后这个长也杀气也不行吗？也不行啊，不太行。里边就四口气，它可以一直爬。我爬到这你还搬不住。哦。还有这个局部的话，你好像争子是不是不利，根本就不能长。我打了一压，是不是？是。不，就算你争子现在是有利的话，我还可以爬，再爬。你看这个是你是还是搬不住的。对。我有断。因为这有个断。对。然后我打的话呢？我滚打一下。您可以这么打哈。然后它长呢？我这滚打一下。对，可以打在这儿。这就不是争子了，就直接夹死了。对，这个就看得很清楚。这一打，这两个字就跑不了。一夹，所以这个不能挡里边，只能挡外边。对。那么这棋形白棋肯定亏了，这个地方被黑棋冲下去了。对，那这个白棋的损失还是有点大。我这现在打一下，这棋形可以打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棋肯定是黑棋好。对。所以黑棋的用意呢，就是单藏在这儿呢，就是为了。这个地方少紧一气，
曹老师这个地方讲得很透彻，就是，所以实战呢，这个杨鼎新下了这个场，这个目前来说在职业高手的对局中出现的还不算太多，是，那他证明这个杨鼎新小将还是对这个局部有特殊的研究吧，对，他所以这个白棋实战是接待者，然后呢黑的是如愿的得到这个压，这个局部呢还是形成，其实还是形成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两分的定式，就是说白棋速度比较快的在脚步取得了实地，然后黑棋在外围取得了比较，对，比较其实还是规模比较大的后势，这个时候白棋，我的思维惯性是就是还要继续往前走，走的话就是后手了，后手了啊，就是我顶然后黑棋挡住，白棋搬的时候黑棋就脱先了嘛，当然他也可以连搬一下，然后把这个可以吃掉，这个行，白的速度会比较慢，这个时候就脱先了，可以下，可以再下站下边的大场，这边的大场以后这地方官子上他黑的还可以在这里继续再连扳一下，所以这个图呢白的确实不应该再下，这个实战是，假如你这里破我眼的时候我再来顶了扳，这白的好也来得及，白棋实战是下面开拆，实战白棋就脱歇了，这个点是一直是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在 AI 出现之前的话，这个可能会被人类的高手认作是就是头等的大场，但是现在好像类似于这种的下法，AI 看的并不是特别重要，并不是特别头等，比如说这盘棋的情形下，当时下面是空旷的情况啊，那么其实黑的是采用了这个夹击这个字，就是用一些低夹，然后这样黑棋在这绝不落后手，让白棋下来这里，其实这手棋的话也可以先占大场，不过现在 AI 的判断，对就是这个没有先就不再拿走了，就是白棋这一个字，这时候是黑的是之前的话，以前在 AI 出现之前可能下这个的概率会比较高一些，但是现在的话好像似乎对就是这个这样的中心点的开拆，大家都觉得就是不是打架，起码是 AI 的眼里他的判断就是说是价值不是特别大，包括以前的连片就是比如说左下角我们这些棋士都把它看作是没有的啊，去掉就是黑棋就一个星位，黑棋这个地方是黑棋的一颗子左下角，那么这个连片我们把当时的是把它看作是可能是超级大场，就是人类的认知是这样的，对甚至于最极端的就是说是我的大前辈了，日本的大前辈尾原武雄先生、就是当黑棋有这个的时候下次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棋的，就是这个是黑棋，对，下面构成这三个字的时候他说让白棋在这里分头，这棋黑棋就输了，尾原武雄是非常绝对，他就这个点好到这种程度，就是黑的不能让白棋就是说在这里分头，那么现在的话实际上你如果说这里有个星位，这里有个无忧角也好，这里也好，当中的话这 AI 是完全是看不见的，根本没把它视作是大的地方，你要下的话可能我以后可以有各种的施展倾销的手段的。那曹老师是不是因为这个中间太宽阔了 ,AI 觉得这个可能吧，他不在 AI 的眼里可能他的对。不是空。对不是空。他的手段比较多。里边这个打入啊什么这个 AI 的擅长就是打入做活。所以这盘棋呢也变成了就是说这个中心点的大场。对。让白棋开拆了。是。感觉上白的黑的肉应该还行了。上面黑棋的先手权利，这是黑棋的权利，先手补后，然后这个时候
对，杨鼎新就在这儿很简单的拆二。嗯嗯。然后这个时候白棋飞扩张下面。对，这个是一个长形，就是类似这样一个局部的一个定式之后，白棋的后续手段，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当然要注意的是，这个不是100%的先手。哦。这还是被逼下来，还是挺严厉的。就是说，你要活的话，你直接爬，或者说你用靠的这边棋。哦，可以靠。就是黑做黑棋来说呢，他还不是说你下了这个，我就已经就不能再继续了。啊，这个可以冲。这个冲可以冲，我就在。啊，这个可以冲。这个冲可以冲，我就在加。然后白棋。然后你就不能再下去了。就力已经不行了，被掰死了。对，所以这棋他不一定下，他有可能单扳这个。哦，有可能单扳。嗯。那就单扳这个，你如果退的话呢，我这就不冲了。我比如说单长啊什么的，你可能这个眼位好一点，那么我打吃一下，粘住。粘住，对。这时候呢，黑的是有机会抢到先手。我这个是要走的，不走被你一挤。不过呢，总体上来说，这棋，黑棋还是挺委屈的。这个外围白棋还是挺厚的。嗯，是的。所以。虽说不是绝对先手，但是也几乎是先手了吧。对，实战他是硬了一个黑棋，对，飞在这儿。白棋这个时候这手棋很像 AI 的招法。对对对，这个是就是 AI 出现之后，就是高水平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才有的下法，人类棋手才会考虑这样的下法。这个棋实际上最直观的，或者说黑的最不能下的硬手，也是最软弱的硬手，就在这里走一个。哦，这走一个呢，相当于是个无忧角。对，无忧角，然后白棋尖冲。对，白棋尖冲，这个是 AI 是很擅长的。这个目前在职业高手的对决中，这个无忧角。几乎看不到，对，几乎看不到，对。但是现在呢，这个也给一些就是启蒙的，尤其是教启蒙的一些老师啊，增加了。对，真的很困惑了，到底应该怎么教？增加了难点。原来呢，一直说无忧角是非常好的一个棋形，是，因为它是四和地是很均衡的，达到了一种平衡，就是说它要很自在嘛，它要取势的话，就是这个方向。这个无忧角往这边方，这个方向可以，对，可以有扩张模样的机会，并且它从地的角度来说呢，非常扎实的取得了角控，但是它其实最大的一个缺陷呢，就是怕对手尖冲，还有一个就是怕对手在这种地方碰，来骚扰你，然后让你这个角呢变得重复。棋形呢有点凝固，所以这棋呢，我说的为什么就是不能下这个呢？就相当于你当时是守着无忧角，这个守无忧角现在在人工智能的眼里是要降低胜率的。守一个角的话，比如说你本来一手两手下两手之后，黑棋的胜率58%，你再守一个无忧角。啊，不是白棋胜率58%，它黑的只有42%啊。再使个无忧角的话，你可能就只有39%了。哦，就是我这个我就估摸的是这样，就是它是要降低胜率的，是无忧角。那么这个棋呢，假如你一退呢，肯定也是降低胜率的。就太老实了。啊，这个白棋非常好的一个棋形，就被跳过去了。那么黑的呢，在这局部呢，一定是要用点强的。实战黑棋就是采取了这种扳的下法，扳是他肯定是要扳的，反击不就是不是这个扳就在那地方扳。这棋还有一个，这个是最软弱，这个是次软弱的棋。如果推在这边，对，这他也可以，就借用也挺多的。对，甚至他缠过来，你也就是棋形比较松了，对，就缠过来，是，那实战呢？它是搬在这里的，搬在这里了。还有一个下法是搬在这里。哦，
巴山这里呢也算是蛮紧凑的一个下法，这个时候黑白白棋是脱不开身的，不能像你在这个时候我走这个，我搬的时候你不可能走这个了，对吧？走这个很多，如果碰到下黑棋的这个棋友的话，你碰见你的对手现在在下这个，你肯定是那肯定高兴了，笑得要晕过去了，是吧？这个棋是不会下在这了。那么搬在这儿呢，他目前这场合下呢，他是比较担心白的连扳下来，对黑棋接是那个肯定是不肯定亏了，感觉被白棋他要打吃，打吃完之后，其实这里有打吃呢，打出来。对，那粘上的话就被蒸掉了，被蒸了，所以这个也不是太好。对，所以他实战是搬在这里。放在这里黑的啊，白棋是也是准备了，对，白棋他后期手段是往这里搬。这个时候黑棋也不能打在这儿了，对，打在这儿也是很想下的一个棋的话，我依然是这地方有毛病，那么你要吃我这个，这时候白棋是可以打吃，外面被蒸掉了，对，这个是蒸掉，蒸掉之前、这个棋白棋是要下强一点，很想下在这儿。其实即使直接蒸掉，我感觉白棋已经很满意了。你说的也很对，因为现在那边没有什么很严厉的引蒸手段，我也可以考虑单蒸。对，那这棋蒸掉之后，这个打吃就再也打吃不到了。打吃不到了，是很想现在打吃。不过就是杨爽，你刚才说，我这边现在蒸掉，这白棋也就满意了。所以这个图黑的是几乎不能考虑。对，那么实际上它是。没打在这里，对，他实战单接黑棋这个时候，对，这下法还是比较老成啊，比较老道，就老老实实。我是觉得黑的这棋选择的方向，起码方向是对的。就这一代现在很宽阔，现在因为这一代应该是行棋的重点。假如说我们就是把这棋盘子下边都给它拦掉的话，就在这个每一手棋向前走的话，都是很好的点。这个很深啊，这一带。所以白的话，其实这个也许有点 AI 中毒，不见得最好的下法，可能我只能说，因为这个比较宽嘛，它有很多种可以下。比如说这个。对，甚至于直接往这打一个，这种种下法也都是有的。这个呢方向上不见得好，这一代让黑就是这当然也是经过判断吧，就是说什么样程度下黑的在这一代成多少空黑的可以满意，或者说让黑棋成多少空，反过来就是白棋可以满意。那么我在这的第一感呢，我觉得黑的这个地方起码方向上它是满意的。走在这一带，黑棋杨鼎熙下的还是很冷静的这个地方。然后白棋现在局部是腾挪的话，是不是可以选择拖脚呢？对，我以为他会拖。他的下一手棋我觉得特意外。他拖不能拖吗？拖一个，那我这样糊起来，白棋的形状还是挺有弹性的。是，想点的话，现在对，是不是现在也可以点呀？对，那如果拖的话，黑棋就是简单的扳呢，还是有其他的下法？我没想到他这个手法很俗的，很俗是吧？对，被他接在这里，对呀，不像好棋吧？是，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这棋是这样，他有没有可能你虎的时候他打吃在这里，有没有可能性？就是不能给你虎着，就虎这个时候黑的打吃在这里，那这时候你叫吃打吃外边，对，踢掉，然后再叫吃，对，再叫吃，我有两个棋，一个接上可能也能下，一个就打吃过。然后我提的话，您再提上边哈。好像这个图。可能白的担心这个图虎不上，但是我拖一下好像不亏，我觉得拖一下不亏，拖一下接着这个。他实在是单子在这里了。对，实在是单拖一下单下来的。这时候黑的假如还是像实战那样打这里的话，我就可以虎在这儿。这两个交换还是有利于白棋行棋的。对。
实战黑的白棋是点在这儿。嗯，如果黑棋现在挡住的话，挡住白棋就满意了，是吗？那白棋非常满意。对，然后我搬的话，我就虎。虎，然后打的话，那就直接顺下来了。这个打就不行了，对，直接顺下来。这个打这两个交换，白棋便宜太多了。对，所以你要接上，实际上肯定是亏的这棋。不用考虑，那这两个交换已经交换到了，对，这肯定是白棋获利。嗯，所以这现在我在想，次序上可能白的可以考虑先拖一下，然后再点啊，再点，对，这样可能黑棋更难下一点。对，实在他单点了，黑棋是选择这个打吃了。对。那他再拖的话，就应该拖不到了。再拖不到，是拖肯定拖不到。现在拖他肯定藏在这儿了，对对，这肯定拖不到。但是，他这个挡下去，我觉得也好像也是亏的。为什么不走这个呢？在这里坚持一下。对对，尖一个的话，藏在他如果长的话，那脚里边。哎呀，这藏这个，我是很想下这个，好像不行，是吧？被你直接冲过去了。没有劫财，开劫吗？对，这个你找不到劫财不行。嗯，那我就接上。接上的话呢，脚里面长，这个、对。这个是不是白棋确实也不太好？嗯，你从这个的话都是损控的下法，对，还只有接。是。这条白棋，这个我们把这个棋，这个手棋放上去。这条棍儿意义不是很大呀。对，没有目，接上黑的，接上扳过。也许都还可以，是。另外黑的好像还可以下的，对，漂亮一些，可以往这飞。对，上面这个白棋确实是不太好。嗯。那么就是说，从白棋的角度来说，他这手棋被他一打，我觉得就白的就不是太好。这手棋是一步问题手。嗯。这地方实际上挺轻的了，白棋拖一个之后，白的甚至于可以考虑往这压。哦，压这个，然后我这脚里留下的鱼尾，我那个是一虎的话，我总是有生机的。嗯，就是你搬我就藏，然后我藏这个吧。不管你藏这个，对你应该藏这个，藏了我肯定就从外边拐一个。嗯，这个说就是我们假如这是假如，应该黑的应该不会这么想。你这子再多的情况下，我这一虎，你总是不好办。对，这脚上看起来比较弹性，你一折我总是给你做个结，味道太多了。对，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直接点的话，这个地方白棋下的有点轻率，这两个子就这么弃掉了。主要是黑棋这个方向好，嗯，实战他一打这之后，白棋觉得这也无聊，这个也拖不着，所以他还是下来了，打下来这棋亏了。哎，其实曹老师，我看到这个棋形的时候，我还觉得白棋便宜了呢，因为当时可以这样首格一下，首格就是您来给大家首格一下。白棋这个时候有一个拆二，拆二这个棋形，或者是大飞，大飞也可以。这个棋形白的也没什么好，也没什么好哈。对对。就是或者说就你就相当于这个对吧，这棋形其实白的不算太好，然后这两个交换其实如基本像这样的话，我觉得作为黑棋来说是可以满意，就是黑的稍微就中性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中心偏上一点点，这样的定型。那反过来说，白的也马马虎虎可以下吧。但是这两个交换，肯定是黑棋便宜的。哦。因为对这一代模样的壮大很有好处。还另外这两个交换，我觉得又是黑棋便宜，是都很损。但是你看看，我这地方给你多了一个字，对我没影响。嗯。这个字。这个是本来黑的这一带很厚，有了这个之后，其实你这个长也没用，黑的还是可以。对，脚上还是没什么棋，不能活。嗯。然后我这地方
多提一个字，上面的威力很大。嗯，所以总体上这个定型是黑棋便宜。那实战也是像是这样了，黑的挡下去，对啊，白的挡下去，黑棋把这个字提掉，我们把秩序再回顾一下，黑的提掉，嗯，白棋把这个拐掉，嗯，这样子黑的这绝不争的先手，对，绝对是黑棋满意的。哦，黑棋是上面挂了一个挂角，嗯，对，实战白棋还是非常稳健的，就下边应了一个，嗯，这是老气横秋的一步，现在的话，不下这步棋的话，反正就不像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下的。现在的话都是下尖，顶一下啊，对，顶一下的先手很重要，比较多，对。对，然后现在可以因为这个顶啊，目前我们其实棋友们看见这个顶，看的比较多，但是就是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我也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就是说。介绍一下，就顶完之后，即便啊，这个算白棋算下的非常保守的下法，即便马上扳接，对，这个棋型跟这黑白棋单跳相比，真的不见哪个好。现在可能有很多棋手也会选择这个，这个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之后我可以很干脆利落的，就是点进来，说不定还让你变得重。你再往前。走大形势的话，我分分钟钟这地方一夹，你就空就没了，所以这样棋都不行了。作为黑棋来说，要想这一带成空，最扎实的下法还是得虎一个。那么这棋跟这个比较有什么区别呢？这比较呢，虽然其实这首棋从90年代开始，像李昌镐啦、曹勋宪啦等等的韩国的当时的世界冠军级别的棋手都特别喜欢这个跳，但是他的好处是在这里，就是以后他有机会可以反扑你。但是如果黑的有机会下的话，黑棋也有很好的点可以下，一个是顶，让你脚底显得不干不净，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可以方方心心的撑大我的形势，对，继续扩张，对，不像这个棋啊，这棋看着我黑白棋是把船头伸回来了，缩回来了，但是我有很现实的，我进攻可以点你，甚至可以直接断掉你，这个断点这个点都可以。我要防守的话，我一夹，这个是特别现实的一步棋。这个呢，目前呢，这个尖顶的下法是AI 所推重的一种下法。这棋现在这个跳变得少了。那实战袁胜曾是下了一个跳，哎，袁胜曾今年是34岁啊，85年，差不多，所以这个下法也符合他的年纪吧，年代，是这个跳，那么黑的走到了先手，对，现在黑棋是不是在中间围一手也挺大的，围一手挺大的，但是不知道围在什么个方向。比如说这一带啊，可以，这三步棋好像各有利弊吧。我们就是看一下视觉效果，放在上面了。对，这一手感觉上面黑棋黑茫茫，怎么样？这个当然，他这个野心是最大的，这一带他想就是膨胀到最大的地步，这个相对当然是。从它的点的选点上就可以看出来，靠下边，这是最保守的一个想法，这个是中庸一些，对，这个感觉上好像上边的这个黑棋模样，很壮观，是可以下的，是，因为也正是因为就是作为黑棋来说，它有这样的考量，就这三手棋它很想下，所以在下边这个地方，我们下面可以看见白的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阵势在这里，下面这地方呢。他就反过来，他就不用想去深深的这种打入了。对，打入的话，我假如说我用这个样的尖顶，那你是能够跑掉黑白棋也顺掉，就把黑棋的模样破坏了，占据了，对，占据了中腹的要处之后，你这个地方自然而然的就做不成大空了。这样就形成互破了，互破，对，互破，
对，就是白的就用最简单的想法，就是琥珀。那就是在围控的时候要看水围的大了，如果是黑漆围的大的话，肯定不会采用琥珀的这种，对，这种下法哈。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棋呢，它吊在这儿的实战，对，作为白棋来说，从战略上来说，我觉得它的悬点应该是在上边。哦，对，这样就是逼迫黑棋往外边跑了。对，对，那黑棋是不是跳下来还是往外边走？也许是往外边走吧。啊，它保留一点变化，这棋不见得是跳，它也许也有飞。对，又飞、飞完之后，比如说搬一下，假如说你搬的话，它有这个，它是它的先手权利，因为这一个，它甚至有可能反扑。哦，这地方它有夹扑你眼位。嗯，一定的程度上，外边气紧的时候，它还有断的可能性。比如说，这是比如啊，哦、这地方有个跨段。比如说，就是说这样的棋形的情况下，这地方我就直接有这个，或者说我直接就下来，让你变得很不太好办。对。就是它不是简单的，不一定是简单的跳一个这样的定型。跳一个的话，对白棋的这一块棋就威胁没有，自身眼位的，就是说它的空间也比较小，它有可能会继续扩张，甚至于或者说就也许还有这样的棋，甚至有这样的棋。下法很多哈。对，它也保留一些变化。嗯。不过作为白棋来说，我觉得从上边走比较好。那实战袁胜珍还是这个棋下的比较保守吧，他在下面围了。他是可能他的思路是一直线。就是说我把这个围住，如果你要搬我就跟你战斗。对。这棋实战就这样，黑棋搬了。因为这个局部来说黑的退也是不太像话的。退的话等于在思路上有点重吧，思路上尖冲，反正对没效率还是不够高。搬这样的头绪比较多。对对，但搬下来很显然，这个杨定欣也是要做好非常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白的是必然断，这是一场战斗就由此就展开了。这形成扭十字的这样的棋形是。那黑棋一般上来说应该是长一边哈，对，长一边当然不能长在这边，这边是被他就完全封在里边了，所以还是长这边，这是正招。实战黑棋就是长在这里，然后白棋这个时候就选择了接，老老实实的接住了。对，接这个呢，它是它的潜台词实际上也是告诉对手，你这颗子跑不了，就是说我要把你这个子干掉，因为你这个子能跑掉的话，白棋的这颗子应该放在这里，就你跑掉的话，无论你怎么样跑，这个子你算你是已经是生还了，那么这个棋形，白棋这手棋无论如何效率是不对的，肯定是应该在这里，当然这现目前的进程的情况下，袁先生觉得你这颗子不好跑，所以我也接在这里。对，但是这绝不，后来杨景新下的是很漂亮的。对，这个地方的味道其实挺多的。因为就是利用到这个地方，白的气还比较紧。感觉这个地方杨景新下出了一套组合拳，漂亮的组合拳。他冲了一段。对，然后这个时候一段啊。这个让白棋非常难办啊。如果白棋现在打吃呢？打吃他也是从这里打吃出来。对，现在白棋已经不敢逃了，是吧？对，不敢逃，逃的话傻吃这个。对，这一打吃白棋没法下了。对，并且他你要出来，他提掉是先手。对，这个要拐出来，所以这个棋这个白棋肯定是不行的。如果这样下的话，白的是不是也打过？那黑棋提掉了。那我就把这颗子吃掉了。对。然后白棋好像只能长吧。长，对。那黑棋先手提到这儿，应该还是可以满意吧？还可以，对。是不是这个时候再在中间围一手？
哎，我在想这棋方有没有下的再好一点，拐一个。哦，再拐一个，那他扳住呢？加一个。哦，还可以加一下。哦，这个没有想到。加一个你要扳、是吧？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棋。嗯。我现在藏不到这个。我提掉，这是他唯一的好处，倒也亏，倒也不会亏。嗯，这棋你也不能打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你只要不能打在这里就行了。我这地方我藏一个先手。这里边有打的味道哈，这个好像绝不是出棋的一般。哦，这一般有棋了。嗯。所以这棋呢，它这个加的好处就在这里，就是你还是只有，我还官子上便宜点。嗯。就在这期我提之前，提，假如下成这样的情况下，黑的可能还得先拐，效率更好一些。哦，先拐一个。对，他拐一个。嗯。先加一下。考验一下白棋。然后这个时候我再提这个，你还是得不能走在这儿，我就便宜了。对。你走在这儿，你反正你现在你能走。我现在有没有可能脱先呢？脱先本身是出棋的。打粘，然后对我有很多棋可以出，哦、我这个对，不味道太多了，我不是一挖，我就简单的挖当然也行啊，我藏一个你也不行，我还要搬过去嘛，对，这肯定是要补的，所以这棋白的六位有点不满意，不过也不是说绝对不能考虑，就是当黑棋断这个的时候。我以为是可以白的可以下这个，或者说他会下在这地方。嗯，他实战下的比较老实，实战就简单的吃住黑棋了。那他还是觉得这个棋味道让黑棋如果拐一下的话，借用太多了，对，味道不是很好。对，不过他简单吃住黑棋六下飞不好棋，非常漂亮，往这一搬。对，这个白棋确实没什么好棋下。对，如果这个时候白棋打的话，我依然还是打在这儿。嗯，是的。那白棋长也不好啊，长我正好接，正好接住了。啊，是。这个一般，我觉得啊，这盘下到这样子，从形势也好，从状态来好，我觉得黑的不容易输。黑棋这个地方的处理确实非常漂亮。对，黑棋下的非常好。嗯，那这个组合拳打得非常成功。嗯，那现在呢，白棋只好是吃在这儿。嗯，打吃，提掉。那这个时候按照普通的。这个局部下法应该就是老老实实的把它挡住哈，这个是我就是一般的第一感。应该会下在这里。对，但是虽然杨鼎新的年龄很小啊，但是我看他的这个招法头脑这个特别清楚哈，这个时候就局部选择脱先了。嗯，下在了这个中央，围了一手。大局把控的非常好。对，显示了很强的这个大局感哈。因为这个地方呢，确实也有不下在这里的理由。嗯，就这地方，我们是要看见，就白棋这一带棋形太厚了，实在子太多了，已经是厚上加厚了。嗯，如果黑棋吃的话，白棋肯定争到先手。对白棋，就下面这一带毫无肯定不会赢，毫无影响力呗。嗯，假如这个子没有，那黑的断蓝的会这么打吃一下。嗯。现在这个棋确实可以不用下，因为你要再走的话，我还可以有扳住你的棋，或者我就压这个。嗯，下一次我还可以扳住你，你打吃我就接上。你要走这个，我可以在这里打吃。大家注意一下，这种棋形不要在这里去打吃它，这样的话，这个劫对黑棋来说就特别重。对，你打吃被它接上，那白棋还比较轻了。嗯，白棋让你接上关系不太大，所以这个劫不能这么打，所以黑棋这个时候呢，黑的一定要下在这里。棋子。啊，对，棋子，打吃，粘住。嗯，这个黑的就很漂亮。啊，尤其是
在实战这里有一个值的情况下，嗯，我们可以看看，然后下一步黑棋在这里一围，这个黑棋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嗯，所以这棋当黑棋下这个时候，白的也没有马上在这里下，是吧？对，就这地方，白棋也不肯轻易的在这里定型。对，上边黑棋还是很壮观的。嗯，那白棋首先是想到了棋削。嗯，这个清削这个点是挺难的，就是类似于就是这个场合，嗯，因为没有一些固定的招数，应该说你应该下在什么地方，就是每一招棋都要基于计算和全局的判断。嗯，这个时候就看这个棋手的棋感了，下在什么位置上，因为太广阔了。对对对，因为这样的棋，这个，哦，曹老师的这个选点感觉很像 AI 的招法。是吗？我是这个是肯定是没有看到过 AI 选在哪里。因为还有一个呢，浅一点在这里，我是不会选到这个点的。嗯，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它本身没什么用，就是黑的要围也围得很大。这样围也不小，这样围也不也挺大，甚至于我可以不理你，你也进不到什么地方去。对，因为你只有跳一个，跳一个的话，我可以跳吃。然后我要围控，我还是很完整的边控。这棋，所以我就是下一手不太好找。我想下的话是这两个点，嗯，就是这个就是下一手。啊，那就厉害了，就直接跳进去了。对，啊，我们看你，你在这里的话，你进不到这里啊。对，这个选点的下一手其实是很重要的。嗯，所以这个棋没什么用，走到一下又如何？嗯，对，对吧？是他走到一下，他可能觉得就应该是便宜了吗？嗯，没觉得他便宜，是不是上面？是，当然，嗯，当然还马马虎虎吧。对，作为黑棋来说，它是不会让你轻易走到的。我要走的话，我肯定也下在这里。嗯，实战黑的是不是下的比这还要紧凑？对，实战黑棋是在这里尖冲了，远攻。啊，对，对，这个是很有气势的下法。是，然后白棋老老实实的应了。嗯，然后黑棋这个时候又靠了一个，这个靠它的意图就是。让白棋挡住，然后搬在这儿。搬这里，哦，对，搬这里。那实战的白棋是冲了一下，白棋有没有这种下法呢？就是反击。这个你被我，他是这样，好像是他是可以接，嗯，是吧？接，然后白棋在下面挡住呢。他就断掉。哦，那我这个时候大概只好吃在这儿。是断掉吗？断掉好像也。断掉被你搬起来还不太好。是，那我这个时候我再尝。哦，再尝的话，那我是可以接的，接或者虎了，是吧？对对。这是个什么情况？嗯，对你这搬好像蛮厉害的，就是很想这样的去反击。但是实战呢，白棋就冲了一个。冲一个，这个图，这图到底怎么样？黑白，他担心这样吗？哦，那白棋对，可能要在中间腾挪了，里边走了，嗯，想办法做活了。嗯，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黑棋断呢？黑棋断哪个？这个棋。靠的时候黑棋有没有可能断我打吃一下呀？对，我打吃这个，然后粘住，但是我把这个吃了，我这个吃了，这个白棋好还可以的，是白棋还可以哈，是吧？我把这个吃下来。对，那就是不太明白这个地方有没有这种搬的反击手段。嗯，对，搬的话也许黑的只有接，嗯，然后再藏在这儿。哦，再藏在这儿。对，那白棋肯定是把这个端点补上了，嗯，然后就是这样进行战斗了。对，哦，做黑的就是从局部来说控它没有亏，嗯，攻一阵之后，当然不是说就一定就能把你吃了或怎么样，我攻了有收获之后，
我回手再传一下跳回来还是可以的，还能守回来，就是说，嗯，但黑棋就是在局部这个地方已经达到切断白棋的、联络这个目的了。对，实战呢，白棋也没有选择这个扳反击，他是冲了一个。冲一个，这地方好像棋形上被、这个没有，对，棋形上被黑棋便宜了。嗯，然后尖冲爬、靠冲，然后这时候扳一个，白棋就接住了。嗯，白棋选的这个的理由呢，就是觉得这个地方能够接。嗯。因为你不能接的话，如果只能走在被他挡住，你就没棋下。黑棋下不去、这个断点很明显，所以他就挡住。那黑棋在这儿封住白棋，这几手交换，这个结果还是可以满意吧？可以满意，可以满意、对。然后黑棋再回来把这个头白棋的头封住。对，这个也挺厚实的。嗯，这样这中间这颗白子看起来就、很孤单。对，很孤单。四面楚歌。是。就他现在唯一的回家的路似乎就在这个地方。或者在中央他就是做出两个眼。不过现在黑的各处啊成空的余地很大。对。所以这块空如果成起来成到五路空的话，他全局的时空也绝不会落后。对，所以这个中间这颗子怎么样子处理呢？嗯，那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然后等一下我们看看就是黑的如何处理，白的如何啊、白棋如何处理，黑棋如何进攻。好，我们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天元围棋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呢黑的最后一手棋是拐打在这里。对。嗯。那白棋中间这颗子很孤单啊，怎么样来制孤？那现在白棋是跳了一个。嗯。对。其实在这个这种场合啊，对双方来说都挺难的。确实这个中间是最难的地方。是。就时刻都要点着目下。嗯。就现在的话我们看见黑棋的下一手是在这里。对，这里的话就是他在想着要围这边的空，或者说因为这一带黑棋还比较薄吧，就是刚才虽然是、交换了几手棋，但是这个如果说是称之为包围网的话，它也是一张漏洞百出的破网。这地方因为这个各处都有缺陷，所以黑的呢是这地方呢是这也护一下这个薄的地方。哦哦，我的第一感是围上边的，就是飞在这儿。可以考虑的，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点。嗯，但是曹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上边，黑棋很薄，比如说白棋提、然后挡住的话，白棋再一打，对，感觉这一带是有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好应啊。那这手棋确实，曹老师说对于上边还是有一定的坚固的作用，有一定的帮助，并且他这地方。如果这一线还有一个黑棋的话，它的空就守住了。那白棋这是必然的一手棋，哎，黑棋真的是下在这里。他现在把这个作为重点。对，这边呢，他就要求在攻击你的过程中把边空守住，并且尽可能的把这空做的大一些。嗯，这是黑棋的目标吧。对，实战呢白棋也是提掉了、然后打吃，白棋这个时候还是断打在这儿。嗯，那显然这个时候黑棋还是不太敢接，是吗？对，这个没意思，接的话就是说我打在这里，我现在看看有没有劫财。对，也许劫财不好找，就算不好找的话他就往这一带走。哦，这劫对于黑棋来说还是比较难打的，如果接在这儿这形状也不太好。对，没用，因为对白棋没威胁嘛。是。他这个确实是不应该接在这里了。对，实战他就弃掉了、从这个外面打去。这是正确的选择。提掉，白棋提掉。黑
黑棋这个时候反打在这儿了。嗯。嗯，考验白棋，这时候白棋应该不会老老实实接了吧？对，应该不会老老实实接。如果接住的话，那么黑棋也就把这个接住就可以了，是吗？还是接在下边？嗯，是接在这个位置。这个可能想接在这里，因为你接在这里啊，这地方下面是下边，你被它一拖，有点薄哈。很薄，搬、不好搬住吧？我看了一下，不好搬住是，但是被它就一个断。哦，这个我打在这儿可以。它长。哦，可以长。那我现在这个棋是打不住的，打的话被反打了。啊，那就不行了。是。对，嗯，然后呢，这个爬也不行，因为这个打吃，然后拐打被扳住，扳死了。对，那好像就不太能扳，对，不太能扳，就是这没守住多少空，那还不如接在这里。对，就这时候你拖，我就可以扳住你。嗯，但白的也是要保留，白的保留直接就开上来，这个也是很严厉。哦，这个也很严厉，所以暂时白棋是。先点了一手，试探黑棋的下法。这个点，反正黑棋出，一是我也没看出来，我就算接住他怎么样？嗯，接住的话，是不是？不是，这个点是不亏，只能说白的不亏。以后我从这个方向来的话。假如你不理我，我进来这两个点我就便宜了。显然好一些。但是，但这种地方就省得不明啊。黑棋冲在这个局部也是蛮简明的，就是说它简简单单就把这两个子吃掉。那么这边，即便我们随换一个可能性说啊，就这地方让白棋提掉也没什么可怕的。哦，这边已经定型的那么干干净净的了。所以这样，这里定型之后呢，这个劫相对黑棋而言也变得轻了。对，那实战呢，白棋是走这个，对，他实际上就是为了能够飞到下先手。嗯，那黑棋把这个提掉了。啊，白棋长。嗯，长。哦，实战黑棋照顾中央，其实提的话，从目数的角度更好一些，更干净一些。因为你走这个，我有种种的点，这个点这个点都是带着目的。实战黑棋是上面守了一个，守这个是吧？对对，这个棋是完全要基于正确的形势判断。嗯，白棋是长冲。黑棋扳。白棋这个时候起消，上边的对，这白棋肯定作为黑棋来说，他判断过，你要搬的话，我的空是够的。嗯，那么白棋其实下在这里也是跟黑棋是达成共识，就我不能搬，搬的话我跟着你搬。对，这样上边太大了。嗯。所以白棋尽可能的最大限度的缩小黑棋的、这个、他现在下在这对缩小黑棋的这个上边围控的可能性吧，这个棋就黑棋反击了，对，必然要反击啊。嗯，这看起来这只跑不回去，我走这个一场，对，回不了家。嗯，啊，他往这走啊，白棋这时候碰了一个、这个感觉要在上面做活啊！啊，这个只有 AI 能计算清楚下面一些有些什么样的活棋的方法。对，不过这黑的下来这个白的也没在这里继续动，是没有别的，也就是骚扰一下而已。嗯，那么其实这颗子是不能轻易的死掉的。嗯，那白棋就选择了直接的冲打吃。其实这地方还有一个下法是靠在这儿。哦，直接靠的话，那我冲是直接被断了哈。对。然后他如果我从这打过去了，如果是拐打的话，就从上面打了。不过好像这期白棋是要输的。哦。这黑棋提掉。黑棋上面比如说跳一个的话，跳一个就扳住了。搬过。
他实在是这个是更强硬的一个宪法。对，实战是直接出挡住然后再打吃。踢掉了，踢掉断打，然后直接断。对，那瞄着这个断吗？这个断断上去就有用了吗？对，那肯定要。我走这个，我是基本上围住了，基本上会被断掉，然后这就断掉。是断掉的话，有生死之忧吗？有那么一点点，也对他还是有一点担心，有一点担心。对，实战是把这个断补掉了。实际上他补这个断能补掉，这边再不出问题，黑的当然好了。嗯，但是这地方另一个啊，很顶一个是吧？对，顶了一个。嗯，这个地方有断打，所以他虎了一个。啊，这样跟我们刚才那个图有点相像。对，他搬步数上稍有出入。黑棋还可以。嗯，我的第一感是黑棋还可以。然后这个时候黑棋是白棋是提掉了，嗯，打这个劫了，加后，嗯，黑棋冲，嗯，白棋接住，接住他还提回去，黑棋不肯直接补棋呀，直接提回来，嗯，对，白棋虎刺。虎这个对虎刺是先手啊，打了然后冲过来了，对他就接住了，接住，对，接住这个局部以后白棋有断呢。哦，这个棋，这个挡是先手吗？不是。哦，挡不是先手的话呢？对，挡不是先手啊。他不是，他。他如果退的话，退我打在这儿。对，对，那就是下边这个联络了。你要走这个，我就做这个劫。有劫。这个断，这断，我怎么一瞬间看着还是蛮严厉的。断是有棋的呀，是。嗯。那个白的是提过来了，是吧？对。试了一下，白棋提劫，哎，黑棋。白棋现在提劫。找劫。对，黑棋实战是跳了一个。啊，这个就算是空了嘛。这个棋还是有很多未知的因素，中央这地方没完全定型，这地方还有个断。这个跳是在威胁白棋吗？对，这感觉这个棋形有点黑棋太薄了，他也不太肯补。嗯，这地方他怎么补呢？他把这样补啊？嗯，这样补就绝不被他一拖。上面还是有棋，我们刚才摆了。他现在这个是在威胁中央的呢。对。嗯。然后白棋刺，黑棋粘，白棋拐打。嗯。继续的破空。这棋。然后黑棋这一中央挺难守的。黑棋就直接把白棋冲断了。嗯。哦。冲这个时候他就不理了，冲的时候没理，没有断，就是提劫。啊，冲一下提劫。这个时候是不是双方都读秒了？冲一下提劫，这是什么步调？是不是这个时候已经读秒了？也可能是。对，读秒是很可能读秒的，现在这。嗯，黑棋这个步调稍微有一点乱。冲这一下再提劫，是当时他马上就能提的了，还提劫的话。确实。他这个地方怕他不要啊，怕他冲了退啊。应该不会吧？感觉冲的第一感就是要断上去的。嗯，对。那他去提劫。啊，这个很有点奇怪啊。黑棋步调是有一点乱了。啊、冲了以后，然后白棋。我们看看他下成什么样的，我也白棋把这个断点补掉了。其实刚才如果直接断呢，这个时候不去提劫。对呀、啊。如果直接断呢？为什么不直接断呢？嗯，断的话，白棋不会弃掉吧？嗯、如果白棋打吃，白棋还能要吗？打吃接这个？
对，有没有可能？然后你这块界线怎么办？对，我上面您不是说有断吗？断不是，断的话它再怎么样，啊、直接吃掉了，不是直接吃掉了，一个就退回来，退回来。我只是一点官司便宜嘛，你吃这个吗？死活没有关系。对，你吃这个，我可以尝，可以下去。嗯嗯，我也可以下去，可以尝尝不是刺痛。这个跟生死没关，但是这个不能死吧？这个这个地方一分段，这个、随便一跳基本上都死了、啊。嗯，对。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不断？他看见、看见什么了？这个地方不会是记录有问题吗？啊？但是确实他就是没有断，然后去提了。是不是黑棋觉得形势还可以啊？就是中央是不是还觉得他吃不了？对，还是怎么着？嗯，他跑是他是可以断，他可以跑掉，反正打了街上或者单拐，他跑是跑的了。嗯、就是这个棋形，他顶了跳吧，顶了跳是吧？嗯，顶了跳回去。粘住跳一下。对，这棋。就是说中央白棋还不死，确实这个时候黑棋再添一刀应该肯定没什么问题呀、啊、死了吧，这棋不死吗？或者我飞在这儿，但是觉得有点薄是吧？嗯，有可能是读秒、那个、还是想这样下吧。对，读秒冲一下，一分钟一次，冲一下不断，这个棋从棋谱上来说就已经被污染了，我觉得。啊，这是不第一呢，是这样，肯定是个失误，就是对黑棋来说，你冲一个时候，当时就可以直接提劫的，冲一个本来你也是个很好的一个劫材，第一，对吧？第二，你肯定亏的，从里跟往外交换，你又不断。对。那我们看黑棋吧，也许杨鼎新不断是胜招。嗯，这样的棋就现在年轻人厉害的地方，胜负师嘛，不用在乎我这个跟心情无关。对，下围棋它跟心情无关，作为职业棋手来说，其实我觉得也应该这样，就跟胜负有关，跟胜心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只要看，所以冲了也就冲了。只要看冲完之后，对，冲完之后，其实就是像我这辈的棋手，一般来说，有的时候还是会顾及到一个心情的啊，惯性。对我冲完之后，冲了就要断，冲了不断。我们当时有一句什么话？你冲了不断，那还叫围棋，对吧？但是现在没关系，冲完之后，这个冲你可以假设是不是现在冲的？几百年之前就已经是冲好了，嗯，然后现在我下哪步棋，比如就是这个局面。现在作为黑棋来说，他可以重新回到他正常思考的轨迹上来。嗯，我现在下哪步棋胜率最高，我依然可以下哪步棋，就是很冷静的。现在杨鼎新觉得我提劫，我赢下这盘棋的把握最大，这个棋对，这个棋把握性不太大，所以我可以提劫。就这个是可能现代围棋。从结果上厉害的地方、啊、对，从结果上来判断这个好与坏。 嗯， 嗯，对，好，他现在提，嗯，然后呢白棋是不断了，对，不断，这个你看这个还是，当然我还是在批评他的啊，这个地方假如没有这两手交换，白的能下这个吗？对，这个我这个一个靠嘛，对吧？这个地方很明显，一靠就分断你了，你要办这个，我现在一退是一个断点，两个断点，我就数一数就数出来了。嗯，这个你要走这个、走别的，我一退你也不行了，所以不能只在这。现在呢，白棋下在这，显然黑的是已经吃亏了。对，从局部上、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这两个交换肯定是对白棋有利的。哇、这个杨鼎新，我很佩服他，收官了，我很佩服他。当然，这个毫无疑问，这是。这是非常大的一步棋，对，这是当然我因为他觉得这地方价值不太大吧，因为是这样啊、这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点，就这个还没走的时候，假如果你走这个，可能这也是很多业余棋友所喜欢下的棋，
我觉得一走我把这冲下来了，但是你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提在这儿的时候你在街上我这地方这拖对你依然不好挡住的。嗯，这个如我们刚才所说这地方有个断点，对，这个被白棋一断黑棋还是很难办。嗯，不止难办就不好办了。啊，所以你要退的话其实这个地方反正被拖的已经不对了，因为有这个缘故呢，他是这个时候他是没有走这个，是走到这儿来了。这个棋好像是会有点胜负的。现在提劫。嗯，这个地方不管怎么说黑棋步骤还是有点混乱了。黑棋断在上面了。嗯。断在这个地方。对对。嗯，断吃掉。然后吃掉白黑棋再提劫。哦，白棋冲，嗯，黑棋粘住，粘住，嗯，白棋提劫，对，白棋提劫，嗯，那因为是现在这个棋下面就有拖，你除非你先接在这地方，肯吗？不肯，嗯，黑棋就爬了一个，嗯，爬在下边，那是完全看不清这棋。这个棋如果是收官的话，不是利吗？收官是可以走在这儿，可以爬，因为你要吃的话，我有个不，我一路就要吃。吃在这不好，就是先手。是这个不是吃在这，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收官方法。它吃在这里了，你看我现在叫吃在这里，你现在怎么办？你现在提的话，我不是打上来，我可以跳。哦，是这样。我或者可以长。嗯，对吧？如果长呢？长我可以顶进来，这个时候你长的话我有个顶，又学了一招。嗯，这个单爬啊，单爬，然后你先后面就有这样的棋，确实，所以这爬是我挺好的一个收官方法。嗯，但是黑的白棋现在这棋打在这儿，这个很刺激了，怎么就是这棋黑的简明吗？我怎么就在为黑棋的前途在担心呢？在担心啊，这个大家都在担心。这个怎么看得清啊？对，这时候黑棋提啊，白棋断这个。对，曹老师的招法。必须退这个。啊，退是，确保联络活棋。我一会儿是可以吃这个是吧？嗯，还是有的。对，嗯。然后白棋提劫，提劫，呀，这个劫太大了，现在看起来。黑棋从这地方冲，对，冲，这个挡住。这是现在本局下到现在为止是场面最激烈的时候。是这个提劫大劫，看起来这个对于双方来说都。白棋哪里还有劫？白棋冲在这儿了，不离了吧？不离了。对，冲这个是不是找小了？嗯，现在白棋全局没有太合适的劫材，没有太合适的劫材啊。这种打吃什么都不是劫材了吗？嗯，打吃的话，它是应该会下去吧？应该会下去，不会给你过。哦，它会下去。它会下去，那提掉，你可能是后手。那黑棋这个是损的劫材，是损的劫材，都没什么好走的，哦，所以就。但是他要冲的话，我是在建议，就是这地方，假如白的要冲这个劫不要找，哦，就单冲在这里。哦，那这两个交换有可能是损的，哦，有可能损了。因为你被人家这里打吃的时候，对对，这打吃再提掉很大，你再提掉你就亏了，这段这本来是我单虎的嘛。对对，我这个是亏的交换，嗯，有可能是亏。这个是非常细腻的地方。这个棋被他接住了，他冲，然后他对，黑棋没有办法再应劫了，嗯，这个劫对于黑棋来讲是负担还是很重的。然后白棋接住，这个很奇怪，这地方黑棋封住，好像黑棋便宜了。白棋先手收官拖。你现在这都没用啊！哦，这时候没有挡，这时候黑棋是接在这儿了，啊，接在这儿，然后白棋也接在这儿，没搞错吗？
哦，白棋没有接，白棋是断打啊，断打对。然后黑棋接，嗯，白棋也接，对，白棋接住，嗯嗯，黑棋扳住，黑棋扳住，对，黑棋把上边挡住了，嗯。这个、刚才这个棋白棋这个大还是这边进来大呢？我肯定这个大，哦，这个跟这个三个字生死有关。对，大概这个地方。并且金主柱好像这一带还有点棋吧？哦，有吗？这边有一定的这个保卫是吧？但您飞到这儿，我可以打一下吗？可以。对。我得。我得打一下再接上，这个棋也是挺难受的。因为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还有提劫呢？对对对，但是不，这个地方我要打一下再接上，你可以接回去好像。嗯。不过我们看着白棋有没有手段，这里没手段，白棋亏了。白棋这个劫开劫被黑棋接住亏了。对。现在他断。对。是吧？是。黑棋长。有棋吗？如果像您说的没棋的话，那感觉是被上边都围住的话，黑棋还是很满意的。他接了一个，这个有了，对，这个有了，嗯，尖，他尖一个，对，白棋黑棋挤了一个，对，这个是要挤，不挤的话。一接就一挖就不行了，而且他肯定得挤，嗯。然后他是上面打在这儿了。嗯，他就亏了，他没有往这打，这打的话是后手，绝不他这个是便宜的，但是他等于相当于收了一个后手官子。哦，那上边黑棋没有死活的危险是吗？黑棋因为这里是不是还有眼，这里几对打出这扳子有眼，这地方应该也有眼，哦，硬腿是先手。哦，硬腿是先手，所以是可能是后手，所以他不敢这么下。哦，但是他又在读秒声中啊，照理是不应该打掉的，这个打掉就是认亏了，等于这两个交换肯定是亏了，白棋亏了，这个没有什么。那他现在压了一个，我们看看他有没有棋啊？对，他主要是这个地方。能不能出棋？嗯，压一个他就起来啊。嗯，他就接住了。对，接住也行，对，接住也，也挺好的。白棋这个地方接住。啊，白棋能有点收获。嗯，黑棋挡，黑棋挡住了。白棋往这打一下。那我只能提掉再接住，不一定哦，只能提这个上面一定要提。我再把这个接住，这是个什么棋啊？这时候你要打这个，我就接着。对，那我打这个也不行，被长了。我打这个呢？你可以打这个。我打这个呢？打这个嘛，我就进去了呗，我就接上不就进去了？对呀。可以考虑一下的。那这个空如果被破了的话，还是太大了。嗯。嗯，那确实，这个地方白棋没有去打这个。白棋没打。这个、打如果能够交换上的话，这个能交换上。现在打这个是我一直就在想打的地方。对，确实黑棋没有反击手段呀。啊，没反击手段，完全不能反击，只能跟着硬，然后白棋再接，嗯，这多一个子的话呢，完全的不一样。那是这个是啥玩意啊？不是，这个正好被扳住。确实。然后，这里还有棋吗？这里没棋的话，空就不够了，全被黑棋守住了。对，如果这两个这个地方有子的话，白棋这儿有子的话，那完全这个就冲过来了，连不上。对，对，就冲过来了。嗯，是不是读秒当中白棋又出现这个失误了？那他打了之后，其实好像还能扳似的。
就这样，这白旗是不是还能搬？这个打进去你也受不了的。是啊，这个地方的招法太多了。好像你只能打这个，我再打这个。嗯。然后再把它接回来。接回来，这个空也破坏了。可能要白旗要赢，可能有可能那么破空的话。对。他但是这个棋，就这么老老实实接住。白旗赢了吗？这样。就这么老老实实。要是输了的话，是白旗如果这样是输棋的话，有点可笑了。这个被黑棋搬，啥也没有啊。对呀、啊，这个一下子就被黑棋全都围住了，这个黑棋肯定是要这个非常高兴了。嗯，他现在什么也没有，对这个什么走的接上，被接上了。哎呀，好不容易才这里去挖一下，这个、这个根本不叫棋吧？这点这个走在后边。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下得早，说不定也可以。嗯，然后他打吃。打吃哪个？打吃这个。打吃这个啊，提劲。立一下。嗯。这样就是目数哈，比较目数了。这个地方黑棋收获还是很大的。嗯，这个很奇怪的。这个定型我觉得白的下的太奇怪。然后白棋在这下面打吃，对，黑棋冲，嗯，白棋挤，黑棋虎，是不是白棋觉得自己的形势还不错，不然不会下的这么稳健啊。就算白棋形势不错，刚才像那样下法的话，那就看得这个太清楚。现在能白棋不错吗？我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常老师可以判断一下，还是把这个官子再摆一摆？也可以简单判断一下了，这个目数。这些白棋这块棋，实际上只要黑棋打着的话，它的目非常小。就是不太好点、啊。如果就都算黑棋走着、嗯，就算黑棋走着吧，你长我顶了。你加住、哦、这个我一般破的太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嗯，二十六给你加一点嘛，加到二十七二十八，最多了，二十八目已经撑死了，一二三四五六，嗯，34三五三六4647 4849 5051 52 53 5456，白棋才56嘛。嗯，六十亩绝对不到了。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十四五四六四七就算。嗯，这地方四八四九五十五四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六三六四六九七八。那的黑棋优势太大了。那黑棋赢了。是啊。不过白的如果最后呢能收到一个呢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就是这地方白的能最后收到一点空、嗯、但是好像也还是差别挺大的。这地方黑白棋有一点点目，对，但这个地方还有提回来，对，就是说有一点点目。那实战呢这个时候黑棋就稳健了，对，就稳健收官了。嗯，跳了一个，跳在这儿了。那白棋向哪里了？白棋上面挡住了。白棋在这个不，白棋挤了一个之后。白棋现在是冲，啊、黑棋冲，退，退，冲，然后那个，然后黑棋挤了一个飞、啊、退，然后跳，白棋挡住，然后白棋把上边封住了。嗯，黑棋搬。一般是什么情况？这有什么好搬？打将？对，只能说是夺秒了。对。叫吃，应该双方都进入读秒了。接上，然后再团在这里，该是这样吧？对。黑棋是打吃了，这个是非常爽的一个收官的方法。基本功还是很扎实。跳吗？跳还是长？对，他就长进去了。嗯，长进去。他是先交换了一个次序，先刺了一下。这里。对，先刺，然后粘住。长进去。长进去，
白棋挖，白棋你已经挡不住了。白棋这时候挖，这地方黑棋的下一手，一直可以走到这里，太爽了，这个恐吓的。因为你不能拦我吧，拦我上面一盖是把你盖死的，那么你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通连的。对，所以这个子跟这个子现在是连路的状态。哇，这棋黑棋赢了吧，应该是。对，这个他提这个地方提是没什么好提的，白棋这个空被破了，破的这个没有办法，无可奈何。哇，这个劫不是劫，跟刚才那边的劫不能比。提劫粘住了，就黑棋也没有必要粘住。对，粘住，粘住，他这次要点进去。是吧，刚才好像点目黑棋好多、对，应该不差这一点。那这个棋严格来说黑的刚才应该下这好。应该并在这儿，就是都是空了嘛。对，你走这个，这棋可能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如果很细的话，是一个错招呗。对，但白棋有挖了打吃的。对，如果很细的话，有可能这个就对一下子。你如果这样已经放在棋盘上，这个是很双方很正常的定型呀，没有，白棋也没亏，黑棋也没亏，就这样。如果这样已经放在棋盘上了，黑的肯定要并在这儿了，看清楚了，肯定并在这儿，并在这里到不了这里。现在等于让白棋一下冲过来，点到这了。是，这个还好，这个黑棋的优势很大。这个关系不大，他这个也有这个的好处，就是对这三个字有好处。白棋是先了。黑棋爬。对，继续爬。还是挡不住的，挡住能挡住吗？挡不住，挡的话，挡住了，挡住有问题，一路过来，这冲完以后打这个先手，然后这个提劫啊，这个劫太大了，挡不住。对，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如果挡的话，就这个打吃，长，一路打追杀，一路追杀，对。这个应该是都在这个都是必然的了，这个算的。我们可以这个棋子有点这个粘不住哈。打长打粘，然后冲先手再断。还是继续摆哈。棋子有点粘不住。这个磁性不好。这个还可以。打直。长，他这地方有个冲断。对，这个可以不打。这对于职业棋手来说，这个计算肯定是能够完全能够算到的。这个挡住一段。对，等于这个地方吃接不归。然后这提劫你也有个接不归。这个提劫，所以白棋还是不敢直接的挡住。对，实战他是尖在这，尖了一下。然后上边冲，挡住，这个黑棋跳了一个，又是收官的手筋吧？收官好手，跳一个是吧？对，对他这个差不多是先手，因为这个是先手，你就挡不住。如果长的话，当然我就往里爬。我这里有一个子的话，你看，我们看一下啊，这可以立一下，立，然后他得打吃，打吃我一顶，对，你就没进活。对。所以他长了一个，然后黑棋长了，
啊、黑白棋长，白棋长，然后黑棋是提劫了，提这个劫，对，嗯，这劫是其实这劫是白是不白棋一粘就把这三个子吃了，还是有点大哦。如果粘住的话，这个是有几目，大概就是六目七六目半，这是六目七目嘛，起码七目有啊。七目，这地方是不是还有一点问题呢？我这个地方走这个一点点问题是有的。哦、你粘，我提你跳回去、嗯跳，然后应该挖不断，挖我可以顶一下。对，但是也有一点小问题的。哦，可以挖这个。如果棋输的话，就是。都是有问题的，可以挖这个哈。确实啊，有妙手啊。换句话说，其实我可以顶这个就行了，顶了之后，再这个地方就挖，对，出问题了。你吃这个，我要断你一下，处处是陷阱了。但是这个地方有个劫，作为黑棋来说，还是有点小负担的，并不是说。这个是局部是有问题的，对，就是双方这一劫还挺大的，是吧？提了也带响的，所以这个劫本身就大了，这个劫它提劫就已经是最大的棋啊。对，这样。对，现在是这样。黑棋提劫。嗯。然后白棋找劫。嗯。黑棋这时候是挖了一个。这个挖损木吗？挖一个不损木，它是为了，就是说你搬这个的时候我就加过，哦，它必须要挖一个，对，然后呢，这棋它就可以提在这里了，哦，这个更便宜一些，便宜一些吧，味道也，但是它的劫打不赢了，啊，白棋在这儿的劫财就比较多了，对。那实在搬了，搬他加过、嗯，然后他加过了，然后这个地方，然后白棋提过去，嗯，黑棋这个劫就打不赢了，黑棋就上面爬，爬，对，白棋挡住，黑棋双，白棋这个也是拼命，挡住也是这种拼命，就是很显然这个要补，这个地方啊这个没有、嗯，这地方一立的话，这块棋死活有问题了，对。怎么？他粘住了，这个白棋肯定要粘住、嗯，对。然后黑棋就简单的提回来。提回来。嗯。是，我觉得这棋好像随时会结束哎。白棋拐。白棋拐跟白棋接是一样的，是吧？嗯。然后再提。提劫。看看黑棋。哦，黑棋也没有。那个没有下力，他直接打吃了，黑棋就赢了呗。黑棋就是赢棋不闹事了，这个、嗯、这个是个劫啊。嗯，但是比较损。我们大家看一下，比较损目。其实好是还好，这一顶。嗯，对，但是有一点损目哈。其实这个图形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断其实之前就断了，不断的话，这个棋形，比如说这有一个子，我爬了，我不在这，我在这儿，他接上、嗯。这个棋形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官的方法的，就是我可以顶进来。哦，这个顶是手筋啊。对。我现在不敢打，不敢跟外面打吗？外面打我是藏进去了。哦，那他只能粘上，然后这个不是被吃掉了。走这个我要点你一下了，也是这个出很大的，死活有问题，很大的问题了。啊，曹老师这个手筋看得太快了，就是可能他还只能走这个。那他长呢？我再挡住，那这个死活好像没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我走这个，哦、你做一眼，最后但你的目数特别小啊，哦，我打吃了一扑，对，只能两眼做活，打吃了我再一扑，这两眼做活，哦、这些是有这个顶的，哦，确实这个收官的手筋很漂亮、啊，当然如果在这儿的话没断，那就更哎对。嗯没有这样的话就更出问题了，没断的话我就直接就一顶就一点你就有问题了、哦、所以黑的当时打劫的时候这个断还是有点亏的，有点损哈。嗯，好，这个因为现在你就一点就行了，
对，这个脚上是个盘胶起丝，对，白棋被杀了脚里。嗯，那么断了之后呢，刚才我们介绍呢，这局部本身是有一个棋的，一立下来是一个打劫再一顶，当然黑棋现在是赢棋不闹事，对，这个一劫，这是个打劫。嗯，那其实这样的定型哈，这个这个脚步的定型没有那个断的话，那就是将来存在的这个跳的手筋哈，对是都有，就是白棋这一代不好成控。对，那后续手段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下。嗯，现在他是打吃一下，白棋提掉。对，黑棋是不是又提劫了？劫还在这提啊？是黑棋提劫。嗯，白棋把这个接住。嗯，这个肯定是先手，黑棋接上。黑棋接上。白棋应该还是踢回来。踢劫。那这劫应也是无关胜负的。冲。嗯。挡上。挡住。踢过来。嗯。白棋哪里还有劫才可以找啊？爬了一个。嗯。爬这个打吃。啊，打吃。打吃的话，这其实也不叫劫财，因为黑棋也可以打吃。对，黑棋也有劫财了。虽然你可以破我一下，我那边也可以破你一下，所以这个地方双方都没劫财。踢掉。嗯。他搬了一个。啊，搬一个。打吃。嗯。踢掉。踢掉。嗯。现在白下有劫吗？白棋铺。啊，铺这个。铺这个是劫。白棋踢，嗯，但是这个劫目前好像跟胜负无关哦。挡住。啊。嗯。黑棋踢过来。嗯。扑。踢。嗯。他这地方还不肯叫吃，在这里叫这里配了一个叫吃，他扑。这个扑是下的比较精细的，有了这个扑之后没景气，因为你本来这个劫也是一个劫财，但这里反过来黑的有个劫，对，劫财他先扑一下，这是比较好的，踢掉，嗯，然后白棋踢过来，对，然后黑棋打吃。嗯，这个是增加手速，黑的打吃，白的也扑一个，也是黑棋提劫，对，嗯，然后白棋扑，黑棋提，白棋提，哦，对，白棋提，黑棋拖一个，嗯，收官，也是兼打劫财，嗯，哦。这个时候，黑棋提劫，黑棋提劫，然后就白棋就投子认输了。嗯，这是最后一步提劫，终于结束了。嗯、那应该是目数上，黑棋应该是遥遥领先吧？因为刚才我们也判断了。嗯，我最后还要再判断一下吗？不用了，老师，我想着接。这就肯定是黑棋赢了，就是这个、特别遥遥可能也还没到，反正黑的肯定是赢了，确保胜利这个界限肯定有了。嗯，感觉这个黑棋的官子下的还是很扎实的。黑棋官子下，我觉得这个就是前面，我觉得这个地方白的是刚才就单对错过一个单接，嗯，单接这是应该白棋。本觉得败招吧，本来打吃一下，对，先打吃一下这个黑棋中间的空很难为，白的非常可能可以赢这盘棋。袁生珍毕竟还是下到最后，估计这个时间上和体力上也是耗费，因为他昨天下的也很累，昨天他战胜了日本的先锋，等于连下两天，可能在连下两天，当然有点累，但是我觉得还没到极限吧，因为这个比赛
其实他如果今天赢，明天再赢，后天还要下，因为最多他要连下四盘。对，这次还算少的呢。嗯，我们最厉害的是我们的先锋，那是范廷钰嘛？对，范廷钰七连胜是上一届，对，他就一直在那下。啊，而且这一届呢，他因为上一届的出色表现，应该是免选，嗯、还是我们这一届的这个上场的队员。嗯，对，我们中国队的这一届的上场队员很强，实力很强，年龄都很年轻，是对那个我是笑的是什么呢？就实力很强，实际上都很强。现在凡是中国队上场的队员都很强。对，实际上我以为的话，我们中国队其实可以出四五个这样的阵容的队伍。哦，是四到五个。是，对。现在中国年轻的棋手都很强，实力这个越年轻的反而越强，并且是人多势众。对，我们还有很多很强的棋手就没有机会加入到这个阵容中。嗯，杨鼎新应该说也是挺强的，对吧？挺强的，他其实实际上这次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农心杯的比赛。对，我们这一次的中国队应该有三名棋手都是第一次。是吧？米怡婷。还有米怡婷，还有那个谢尔豪。谢尔豪都第一次。和米怡婷是通过选拔选上来的。他们也都是我们国家的，就是有世界冠军头衔的棋手，并且这样也只有是第一次。对，并且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选拔选上来的，就说明我们现在的年轻棋手啊，实力都很强，而且呢，大家有这个 AI 辅助的训练哈、也是进步的都很快，对，都能进步到比较高的水平吧。对，主要是看大家的用功程度。是，嗯，不过这盘棋是，其实前面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杨景新比较有利，中途的一段，但是后边在收缩阶段的时候，如何定型，如何正确定型的时候，杨景新的步伐有点乱，尤其这个冲，这个是，对，是这个很不能落眼的一步棋，就冲完之后又不断，这个棋步伐有点乱。对，还好这个后半盘，感觉杨鼎新把握的还是对，这个不过也是又调整回来了。对，调整是，我觉得也是多亏了托对手的福吧，他这个没有下出最强的这个一打吃，这接了之后，这盘棋白棋就没有机会了。嗯，首先祝贺我们中国队今天的胜利。那么明天呢？中国队的杨鼎新将接受日本三下静物的挑战，应该是三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